可能就小了很多哈。他也没有什么表演，你看去年不是来我们，没表演，就是有两只看一看。江，哎呦，还玩这个球呢。其实这里边生物这么一看也挺多哈、哦，还行，但是跟别的大馆比，可能占地面积上面少一些、哦，但是跟一些比如说小型馆啊那个，比还行哈、哦，比的话动物不少。海昌能有多少个就是这馆啊？大马、大连有，天津、山东、上海、成都、青岛。不得个十个八个，那这集团也挺有实力，也能投资干这东西。一个这次投资很多，好几十个亿才能干这东西。主要是这维护成本，一年给几千万成本呢？多少的？一天给他妈十来万。水电费好像不得千八百万。你说你员工工资、饵料，那他有没有加热呢？你这么大水底咋加热呀？那是用的板换吗？啊，板换。啊，板换，就跟啊，对，咱那种经常看见的，就是那样。那玩意儿老费电了，这。他们好像是用油烧的。啊，走了。啊，这个是海鲫鱼了哈。这个就是海鲫鱼。里面已经少了。也行啊。然后那个是。金骨银骨，然后老鼠斑，哦，西坛鲨。你养这个缸来着？也不归我们养，他们这个缸是归那个大水体那边，这个水稻那边人、哦，平时也不用，就喂食、灌水，然后再。那他们也给进去定期插那个，哦、对对，插那东西。穿那种浅色帽，然后一起下水。哪呢？哎，你看见？啊，看见了。好了，走。来，看那边。嗯。这个就是我们平时维护的缸，这个小缸，小一点的鱼缸，然后每个缸系统都是独立的。好，我刚开始。那绿槽呀，就是改上之后嘛。哦。这银骨，这也挺漂亮的。其实这种鱼就不能打特别艳的，就是灯光，这种朦胧感还挺好。那这个我问一下，是换的是什么水呢？这个是咱自己化的盐的东西。哦，为什么它不能用那个天然海水？咱一直就是用这个盐的水，不能占用一些吗？这个大概是什么一个比例呢？就是说，就是每回换水大概能换多少呢？啊，我们有一个表格嘛，就是平米算法，每个礼拜换两三次嘛，然后每次换个大约四分之一，差不多。啊，那换水频率也挺高的。说没有说太那么说精确，就是差不多。啊。但银骨可以用，就是不是可以用淡水吗？没用，我们来的时候就是海水。你们还是不差钱，有的挺多，就拿那个蛋，这是关刀啊，关刀不给吃那个什么？还是羽毛款，黑白关刀。那他不给吃那什么吗？他不给吃那个像那个珊瑚那种东西吗？吃虾肉啊？它属于鲽鱼的啊。他这缸里没有珊瑚。那我说他吃什么玩意儿？嘎了肉是啥？他一般就是平时一两次嘛，然后上午喂那些冰鲜类的，然后下午喂鱼吃。他吃人还行吗？挺好，他也算是挺好养的。但这种鱼其实就是家里有品啊，这海水鱼就小鱼缸包养，他精神那个精神压力太大了。我看下一个。有一些鱼不好养，反正我们这他
这两缸养的像那种很皮实的这种鱼。哦哦，这是从钓那个，然后底下有个碟，是网碟吗？那个一字钓。啊，对，这个一字钓什么看也便宜，然后也好养。那你坐一会儿，我还能我走到那边还能自己再走回来吗？啊，你只要不出这大门，你随时从那儿走都行。只要不出也能在那转。像龙虾、艳红这些鱼，在南方不都吃的鱼啊？对，不值钱。一般人看完觉得也挺好看的，是吧？自己再回来再录点特写，对，然后大概介绍一下。这个里面就有点珊瑚了，这是大翻钓、整盘钓，然后再有点有些小草。这珊瑚就定期换一换。这么大的缸，加上那个。但现在给我感觉好像这个珊瑚这块比以前都专业点了哈。我原来去海洋馆，好像珊瑚这块就等的连现在的水平都达到不了。其实，就瞅着反正起码。他们说天津馆养珊瑚还行，还行吧，就是比那什么馆。其实平时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操作。黄金钓的啊，这些鱼可养挺多年了。那他们吃什么东西啊？他们就是喂颗粒的啊，就成品那种颗粒的，平时每天喂个两次。这缸鱼状态还挺好的啊。这个鱼养了挺多年了，反正我没来前他们就说能养个五六年了吧。啊，那挺好，就挺好的。那这灯光还变色呢。对，然后它一直是没出什么毛病，然后也没有死什么的，反正那挺好的，养病了已经，养了。这缸水有点发白呢。那你说，如果这个缸如果说发生了一个挺严重的毛病，他妈都得病了，然后这个缸怎么办呢？就也那第二天展示也这么展示了。是哪种毛病？是就是鱼都有点就一瞅就，比如都不太懂的人都感觉都有点在那后边啊有病什么的啊。看你捞是没法捞，他们这鱼只能说硬扛嘛。啊，硬扛。尤其是珊瑚缸，但你要也用不了。这样好，对。之前它这个缸是水陆缸，然后后改的。哦。那你这个从后面操作吸这个沙什么的，怎么看呢？看不着啊。把看着之前是把泵给停了。哦。都是水流，就是能看清一点，然后吸一吸，吸一吸。反正这种缸子操作起来也有点费劲哈。这里边鱼死亡率高。才开始来的时候高，现在的话。几乎是不怎么死，它一些小点的鱼就是后来自己吐的，也没人工怎么干鱼啊。行，这缸整的还挺漂亮的啊。为什么呀？挺漂亮，这还是金鱼了，这个金鱼。
活的也行哈、啊，我说养活的也行啊。平时也没怎么死，他这一块儿、啊。那就是这像这个一个人能管几个鱼缸呢？这上面的就是鱼。平时啊，平时他那个他这一片是两个人。哦。然后平时就换水，然后擦擦缸。就淡水，就是那个淡湖池江这一块淡水是两个人啊、哦。也行啊，喜欢这玩意儿的人搁这个工作好像也行啊。听听你讲，这个引入缸是跟那个引人一起的，是那个单独在那后方的。哦。Thank you.
钱的项目吗？这给多少钱一口鱼？4万呀！啊，多长时间呢？啊，说的是一二十分钟。啊，一二，管教小孩游泳。不是，就潜水。哦。潜水。为啥不下来呢？一会儿害怕吧，可能底下鱼太多了，瞅着。不是，不知道。这是大人小孩啊？小孩，六岁。啊。来这边吧，这边鱼这么多。啊，400块钱就20分钟呗，是不？那也是高消费的。啊，最后呢，就是来到这个海底隧道了，然后一会儿我们准备走了。这一期呢，就是比较仓促，准备也不是很足。然后小沈呢这边，因为他2点钟上班，他也回去工作了，完也特别感谢。完我们这边就准备马上要。坐火车回沈阳了，然后下一期去什么地方，现在暂时没有定。然后反正我还会坚持这个中国海洋馆的这个游记，然后也谢谢大家的支持和关注。然后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，拜拜。